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啊，凌晨，现在是凌晨3:00啊，三点多一点。今天呢，这个中国海警在南海啊，就是这个仁爱礁，还有一些很多岛礁啊，在南海，咱们海警就要执法了。而且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军舰也过去了，为啥呢？这个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啊，好几个国家啊，听说联合什么，就澳大利亚、韩国乱七八糟那些美国那些帝国主义的小弟们啊。在南海也要军演的，咱们拭目以待啊，是能不能擦枪走火打起来呢？到底是谁把谁赶走呢？咱们就看一看啊。如果小事，假如我是指挥啊，假如，那我他过来我就给他开炮，直接就给他干沉，我管你美帝国主义这个那个，帝国主义10000多公里都不怕来欺负咱们，咱们有啥可怕，对不对？邪恶的都不怕，咱们正义更不更，咱们正义更不应该怕，直接就干沉他，让他有来无回，听明白没？所以说你不揍他是不行了，现在蹬鼻子上脸了，知道不？然后咱们期待着啊，就在今天、明天这两天啊，看看能有什么情况，知道不？支持国家，支持人民解放军，痛打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。